好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我来和面了，哈哈哈。怎么弄？怎么弄？怎么弄？弄我这个。你拿一半去吧。怎么弄？怎么弄？怎么弄？从在手上抹一点点面粉，如果太黏的话，就弄在那个黏的面弄点面粉，然后搓搓搓，能弄成各种不同的形状。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了。其实我真正的身份是什么？我真正的身份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油面师，来吧。好爽啊！哎呀！起！